近日，倪妮晒出一组迪士尼游玩照，照片中倪妮和闺蜜一同现身迪士尼乐园，头戴米老鼠蝴蝶结的喵总时而啃鸡腿，时而熬造型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姐妹俩还拿着米老鼠和唐老鸭的纪念卡片拍照，喵总也大呼圆梦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，随便拍都好看的仙女，你为什么这么可爱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